呢，对于我来说呢，恐怕这辈子都离不开。我的摄影工作的优势就是个矮，拍模特的话，我躺着拍绝对比你站着拍的好。你站着，你跟模特一边高，你拍出来模特是矮的；我躺着拍，拍出来模特是高的，腿儿长。只要有子弹，摄影不止。子弹代表什么？我的生命。51岁，北京人，高中学历。张校长、主任人好，各位12位老板，各位好，大家好。我姓李，名震，字枪击，号最矮的摄影师。到非你莫属这个平台，欲寻找一个摄影主管的职位。谢谢大家。李兄今年51岁，怎么还有字呢？那个字是字枪击。枪击？对，大枪的枪，机械的机，枪击。因为我原来使的是俄罗斯克格勃间谍相机，端起来像冲锋枪，所以叫枪击。哦，字枪击。对，号最矮的摄影师。对，身高1.49米，不是最矮吗？这个身高不影响拍照片吗？要拍会议当然影响。因为有好些镜头我可能抢不过人家，够不着，人家个儿高，是不是？是是是是。但是要拍人像他就比不了我了。他1.8米他都趴不了，我能躺着，我能趴着。是是是，对不对？是是是是是。您那个做摄影工作多少年了？业余摄影到职业摄影一共27年。84年。84年开始，对，做摄影那会儿业余的吧？业余的啊。您的正职是什么？这打铁的。打铁的是一个钢铁工，钢铁工人。锻工啊，锻工是哪个？就是那个，您看那电影里那抡锤的那个没有？烧红的出来，对，就干那个的，当抡锤那个的，温度非常高吧？应该是原料要烧红了，在2000度左右。2000度左右，做了10年，10年，后来不做了。辞职了。10年完了以后，做5年电焊。97年宣布我下岗。97年下岗了。对，下岗以后我做了5年的报纸批发。批报纸。对。早晨起来就去那个。对，3点钟就到新华社等参考消息。就是批参考消息。当时的所有的参考消息归我一人发行。2005年进入腾飞广告公司，做摄影师。做摄影师。今天有没有带摄影作品来？有吗？有，来看一下。这是怀柔建构长城啊，题名叫《雾锁雄关》。这个处理过吗？没有。这个是咱们那个大兴那个南园麋鹿苑。这个色差一看就修了，调节了啊，调了啊，对，好，哎，来，我们再看。这是最早的摄影作品，这个也调节了。86年的梅兔，这是胶片的，它不是数码。是、嗯，在哪里拍的？北戴河。北戴河。来下一张，这个是贵友大厦啊，当时拍那个香水儿啊，是他们请您拍的，因为我在腾飞广告公司啊，我们专门是给他服务啊。这个光是怎么做的？就这蓝光是我家做的。这边因为我们是天天网的，就是拍这种化妆品的。摄影师我是非常急需一位。是这样的，因为我所知道这种化妆品，无论你如何打光，拍出来以后都要精修。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精修过的。就后面那个蓝，我亲自修的。后面那蓝是咱自个儿修的吧？对。啊。就说您不仅拍了这个，还精修出这张图片。您因为我们公司要求摄影师必须得后期。您使用什么软件 ？Photoshop。还有呢？美图秀秀。美图秀秀专门修人像。是，就是您的这个年龄，说出美图秀秀来吧。稍稍有点年龄差啊！您在那个腾飞什么广告公司不是干挺好吗？干嘛不干了呀？您听着啊，腾飞广告公司呢，原来我们不是专门拍什么 DM 吗？VIP 手册吗？还有一些商品吗？后来老板的思路转了啊，专门去拍名人会议。
哦，我这个这形象就有点影响人家了。哦、我干脆我走人吧。啊、哦，您现在要找这个职位叫摄影主管。摄影主管，对，摄影主管就管好些，一个是管摄影人员招聘，招聘图片管理，嗯，后期制作，还可以给大家讲讲创意啊。还可以给大家讲讲吗？给年轻人讲讲培训，对对对对，没也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就这都可以算作工作范畴。嗯、不但应该说是现在我有31个 QQ 群，全在讲摄影课。哦，您还有31个 QQ 群呢？啊、那您就把那些课都讲起来，自己挣钱不就完？不，我在我的所有的 QQ 群里都这么说。啊、嗯，我可以把我27年的摄影经验、摄影知识全告诉你们，不收一分钱。就是因为都是爱好者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这帮人确实拿我。你说话有点一惊一乍，大哥啊，跟亲哥哥似的。一来了，枪击老哥，枪击老哥，我有什么问题？您不信，您哪天您加我 QQ 群，您看看。啊，就是人气旺，人缘好。对，没错。你要所有 QQ 群里31个啊，全国各地。是是是。张嘴，我那电脑有时候些可能速度现在慢了，一打开我这好。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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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梆，直串又响。啊！现在这二位，先做一个初步判断，用表决器来说话。你们决定继续还是离开，请选择。小飞离开。严磊离开。美霞离开。杜奎老师离开。哇！老叶为什么走了呀？白马王子啊？因为我们这工作呢还是挺忙的，我觉得他年龄比较大，他胜任不了，我怕他。现在年龄大，蒋铎时间那年龄大吧？谁？蒋铎，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啊，是是是，今年76了，嗯，对吧？我跟蒋铎是10年的朋友，嗯，人家就这么干着，怎么了？他不是每天都干吗？他是不是那谁嫌他年龄大了？我先问问。我说对不对？你说的对。哎，你听我说句话啊，听我说句话。您说的特别对，不急啊。这个刚才那句话，您刚才那句话的表现稍微显得有点急眼，有点激动。我说句话，你别在意，行吗？啊，你别生气啊。这就不会。我看这么多非你莫属，我冲着你才来的。真的吧？没错。主持人太好。对，那个，但是我真要说一句伤您的话，刚才您的那个驾驶有点像一只愤怒的小鸟啊。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因为我们主要是拍患者嘛，跟患者要交流很重要。我觉得他交流上有时候一惊一乍的呢，我说这个我因为我们的患者他很多他是有病的嘛。对不起，我真的想说一句关于叶老师这个事情，我想评价一句话。其实虽然你已经灭灯了，但你的大部分患者其实是老年人士，对不对？对，跟李正其实我觉得是很能够沟通的。其实我觉得也是，我觉得真的。当然，我希望你以后可以谨慎一点。我告诉你为什么 ，Frank， 白马王子也有受伤的时候，对吧？这回我先发制人。其实有一特别合适的来，先不管，我先不受伤。所以您别在意，您别那么愤怒。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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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。真像愤怒的小鸟。两家留下来了，百合网、天天网，您要向二位证明，天生我有。大家看一下啊，李震同志的作品《华灯初上的紫禁城》，摄影与摄像杂志，这个杂志在摄影摄像界还是不错的，粤赛的一个二等奖，04年的，03年有一个全国地名摄影大赛的一个奖项，这是他的单品照片，拍了很多单品，这是做的一个单品手册，对吧？这是 VIP 单品的 VIP 手册。我们那个是百合网是一个相亲网站嘛，所以我们是不卖东西的，但是我们是提供这个婚姻介绍的服务。您觉得一对情侣要想展现他们的这个恩爱的话，有哪些姿势可以用？来找两个人示范一下。嗯、来，二位，来从这上。您来告诉他们用什么姿势？咱们都不说话了，就是。李震现在要给他们两个拍这个情侣照，假装他们现在，你们生活当中是不是情侣啊？是啊，是哈、啊，那太好了啊！一成，乔大，
瞧他，哎，对，你眼睛往这儿往上瞧他，站好了，别动 ，OK。那个男的的右胳膊太别扭了，在那儿当啷着。这个姿势太别扭了，很老派的摄影家，影楼不是都是这种感觉吗？拍照的时候最怕这种摄影师摆来摆去的。那个李老师，你怎么想办法让他们自然？哎、你怎么想？啊，稍微往后仰一点，瞧他 ，OK。您怎么老像要打人呢？这个，好嘞，好好好，好，谢谢二位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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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态度特别粗暴。对，您说人这女孩子那么娇柔的面容，您这好上台台，你这家伙。沈老师，我给我们李先生一个，我给你给力一下啊、哦，我给您拉拉票。是这样，因为现在看电视的不止台上我们的十二位老板，嗯，我想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能会有很多人对您感兴趣，因为是这样，非你莫属这个舞台是平民化的，任何人只要有想找工作的这种动机都可以站到这个台上，没错，所以您已经是年过半百了人了，能够有这样的力量跟精神站在这儿，我觉得我们就要支持你，老板们支持一下 好吗？好，现在有两位百合网的慕言，天天网的张建秀，二次选择，你们决定继续还是离开？慕言离开了。慕言，你是因为刚才李大哥那个手势太吓人了是吧？对，您那个摆姿虽然说比较生硬，的确就是说我们那些情侣吧，他本来就紧张，容易让他紧张。李大，我觉得您到天天去摆那个静物，对对对，没关系，他离开了，他们不会紧张。这不还有天天的张建秀吗？谈钱不伤感情。啊。是这样的，我给您提供的职位是摄影师，摄影师呢是试用期两个月，两个月之内呢是3500。对不起，打断一下，建秀，上一个求职者他只是一个没毕业的学生，是实习，你给到4000，而我们这位先生呢，你给到他3500块，重点他有27年的摄影经验，而且你给他的职务是摄影师，我不知道，建秀可以解释一下吗？可以解释，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现在唯一的疑惑还是在实际操作中，李先生能不能融入这个团队？因为毕竟是一个电子商务，毕竟是一个年轻人的团队，平均年龄也只有24、25岁。你说的都很有道理，他能不能够融入团队，我们不知道，暂时。对。但是跟岗位设置了之后的那个薪酬没有关系吧？因为如果他不能融入团队，可能一个月之后他得离开这团队。对。但跟他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应该拿到这薪酬应该是对等的。好，对对 Frank， 谢谢你的提示。而且我觉得就是在招聘的过程中，这个不能说有疑惑然后就降低这个工资，因为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对吧？所以你怎么那么落井下石？不是的，慕言，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们的工资标准呢不是说4000就是定死的，我刚才说过我们现在团队的这个摄影师的工资呢是3000到3500之间，刚才为什么那个小伙子我给的高，我确实很欣赏他的才华，而且这个小伙子他有个潜力，如果能把他用好了，他是非常有潜力的，也比较符合我们团队的这个风格，也比较符合团队的这个年龄气质。好，大家不争论了。李兄，来自天天网的这份工作您是接受还是跟大家说谢谢再见？15秒。我接受。即将乐谱高音乐手机飞行过去，